功德，咱真欢喜邀请李义雄牧师来今仔日为咱来功德。伊所要讲的题目是做一个称职的老父母。咱用以下时间交给牧师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真欢喜今日早起来到咱中间，而且甲咱来敬拜上帝。34年前，我伫中华教会伫遮咧牧会，12年久，伫合兴4年，伫田中12年久，后来就去到伫台中伫遐牧会到退休。真久无伫卖台中中会，就去讲过去牧会教会有甚物欢喜的代志，也是有甚物款喜事的代志，我也等于参加，几乎真少其他的中会伫遮咧甲咱兄弟姊妹相见面。你时间过得真紧，看到伫咱遮兄弟姊妹真侪拢是安尼较少年的新面孔。那他这个像我这个年纪会这样的姊妹哦，姊妹我看看见浮浮啦，因为目睭歹啊咧，那浮啊啦吼啊，恁来看到我的时阵吼，点在认得我，看到恁的时我嘛认得，但是我即摆看到恁的时阵浮浮无明咧，所以就到恁面头前，较长头对面较清澈安尼吼，所以若看到恁无来恁打招呼的时阵，请恁原谅哦，因为这目睭较歹啊咧吼。真欢喜今日早起，当伫这个父亲节的时间，而且甲咱三甲来思考圣经内底的教示。咱所读的5章15章，其实伫开始的时阵，咱若看伫开始，讲伫遐讲有细字，吼，甲遮的罪人，来求平耶稣。要听耶稣讲道，总是引起遐个法利赛人真大个无欢喜。伫遐批评耶稣为甚物甲遮个税吏啊，甲遮个罪人伫遐做伙。那主耶稣就借着这个机会，伫遐来甲因引导。伊要用正面伫中间来甲回答遮个代志，伊用三个比如伫遐来甲因回答。头一个譬如就是100只羊，放去一只，主人就放下99只去找，找只羊啊倒转来，真欢喜，真快乐。搁一个譬如讲，一个妇人若有10个囡仔，失着一个，伊就去摒扫、清理内底，将迄个囡仔找倒转来，非常的欢喜，也非常快乐，因为得到十全。搁一个譬如就是放荡子的譬如，这个放荡子安尼，伊把伊老爸要求财产了后，就出去外面在伫遐放荡伫遐开挥了伊所有只个财产，最后搁倒转来，这个老爸伫中间甲伊收。咱主要所用这三个譬如伫中间。对这些法利赛人安尼讲，今仔闹一个罪人来悔改，来接受真理，天顶的上帝，甲遐天使拢要欢喜快乐。恁却无因为一只羊犯搁当来找到，一个囡仔搁找到，一个浪子搁回头来欢喜嘛？咱主耶稣伫遐用真有智慧的应答来对这个法利赛人，或者法利赛人伫中间一个真要紧的提示。咱今日早起伫这15章的内底，咱毋是要讲遮个悔改的代志，因为一人悔改在信主，一人悔改在接受真理，天顶的上帝欢喜，因为这是互人甲上帝搁好，建立个真要紧的关系。总是咱今日早起要甲兄弟姊妹要来看这个放荡子、浪子的譬如，咱要搁对另外一个角度，而且三角来思考安尼。
咱要三甲来想，伫这个父亲这个时，咱要三甲来想讲，咱要怎样来做一个阿个真正称职哈的一个父母，也是老爸。伫这个父亲这个时，我在先爱祝在座各位啊，这个父亲，伫父亲节快乐！啊，上帝恩典，上帝恩惠，上帝赐福，啊，永远甲你三个弟弟安尼。那么对拄只圣经的内面来思考一个称职啊，的一个父亲，啊，是一个父母。咱常常听到讲，这个时代做父母的人，哎，讲父母难为啊，真歹做吼。拢袂予你个囝儿啊会满足安尼。咱若看见这个时代社会的变迁，啊，各家的乱象，实在嘛，予咱伫中间会感觉真正安尼惊吓。因为遮个改变、变迁、遮个乱象，安尼，咱无多通去家己阻止。咱若无多去家己阻止，咱做父母的人嘛真惊吓。咱的囝儿伫这种的环境的中间，伫遐来是引诱，伫遐来活倒。特别遮个青少年，这个时代的遮个草莓族，新兴的这群的人类啊，啊，这群的青年，安尼因伫注重的是什么？伊咧注重因的个性。因咧追求自由自主，啊，因咧追求的，就是讲不爱互爸母伫遐束缚。啊，因追求物质的流行，啊，趁这个时势，啊，伫遐啊来享受啊这个时代啊的这个娱乐。那咧因游玩啊，这个崇拜偶像啊，啊，一直伫遐模仿。咱咧讲偶像，毋是咧拜拜偶像啊，就是遐歌星啊。哦，若讲韩国的歌星啊来吼，日本的歌星啊来，啊，你看电视播咧到底吼，不啦千人，不啦万人，啊，伫遐唱歌，伫遐咧跳，伫遐咧跳安尼吼，哦，伫伫遐咧咧真正安尼咧崇拜啊，即个偶像安尼。伫这种的情景的外面的内面，看见这个时代的青年。拢真注重外表，啊，下即个宴乐享受，但是因欠缺啥物？因欠缺迄个精神上，就是欠缺迄个精神的精神上的即个满足安尼。啊，当伊拄着挫折、拄着苦难的时阵，啊，拄着遮个挫折的时，因就无多通经起迄种的考验，因伫迄中间，伫遐无多通家己负责，啊，伫遐因会感觉真正安尼累死，因为因无即个精神上的困难伫中间家己支持，叫做有人安尼，因注重啊，即个外表的享受，当因啊失去的时阵。因会感觉到啊，真正空虚，伊嘛感觉伫遐真正焦虑啊嘞。因无容易伫遐来安尼深思，到底生命意义是啥物？我的生命对对来，我的生命对对去，我活伫这個世间到底是要创啥物？遮个啊，深深认为即群的草莓族的人。因就是无咧关心遮个，若是安那叫做父母的人，这就是咱所需要关心的。那变作咧帮衬互因，互因伫咧生活的内面，毋是干咧享受遮物质的生活，真要紧的，就是爱互因有一个真正正确人生的哲学，甲咧宗教的教育。予伊了一个真要紧的信仰，予因知影生命啊的宝贝，要安怎去珍惜，
要安怎样啊来予生命伫迄中间，予伊活得真正尊严，活得有意义。我想，遮个拢是咱现代的父母，咱所需要去思考的代志啊。伫咱拄则所读的圣经的内面，这个浪子的譬喻的中间，咱要三角来想，咱要如何伫这个时代、伫这个环境的中间来做一个啊称职的这个父母。我想要做一个称职的父母，的确爱有四种心，爱有四种心。头一个心就是爱有迄款用心啦，爱用心。这个时代真要紧，时代在改变，各方面都在变迁，咱真需要用心伫咱的囝儿，伫因的生活的顶端。浪子的老爸，伊为着要予这个囝儿，伊的需要，要予伊伫遐得到满足。所以这个放荡子的老爸在那里就将他的要求说，爸，将财产分给我，我应该一个来分给我。老爸他了解孩子他的需要，要满足孩子的需要，总是没想到就说这个孩子拿这些财产之后出去这个门以后，离开家庭以后，迄、那个情景，检菜老爸伊无考虑遮个。结果老爸伊家只有知影，我的囝儿伫家庭的中间，是一个真正乖巧、真认真，甲伊的兄哥伫拍拼，啊，伫管顾这个家庭。所以老爸感觉真放心，好啦，已经大汉啦，你有需要，你有要求，啊，我就分予你。予你通家己去独立，家己去遐拍命，去遐认真。我想，这老爸伊是徛伫这个安尼出发点，安尼知影孩子的需要，我来满足予你。总是伊欠一个，这个孩子出去了后，这个草莓族出去了后，伫这个社会环境的中间的影响是何等的大，现在伊无去注意到。今仔咱做一个父母的人，真要紧，咱来用心伫迄中间来了解，到底我的囝儿伊迄需要，我会予伊满足。到底伫这个需要甲满足的中间，你爱去考虑，爱去较进一步伫中间来思考，用心来思考，要怎样来帮助这个伊的需要，满足伊的需要。予伊个需要真正会当伫遐得到迄个真好个即个功效。今仔日做老爸人，用心伫囝儿伊个前途，医生嘛用心伫伊个囝儿经营，将来去做医生。阮爸爸做牧师，伊嘛伫努力经营我个囝儿。将来依然继续来做主的工，做牧师。伊在用心伫迄中间伫遐来甲伊关心，来甲伊培养。我的爸爸是牧师，啊，迄阵啊，我是一个大囝。阮老爸讲，伊是孤囝，老爸将伊奉献啊，读神学院，后来做牧师。阮老爸讲，我这个大囝，我嘛着爱奉献牧师。所以老爸伊原伫我的身上用足个心，开始对细汉宗教教育，后来到伫捌代志的时阵，到国民校的时阵，我想我的老爸会用心到心烦，为着要让我了解教会，要让我知影，当然我是无教会的，无细家庭了解教会，家只有一个教会啊尔，伊要让我看较大个面啊。所以伫我国民校的时阵，我知影是差不多三年、四年开始，伊就我老爸去高雄中会，伊就把我带去参加中会，一个三四岁囡仔带我去参加中会，要创什么会？
伊爱带我去遐看，哎，伊看伫开会，咱毋捌，啊，看遐济人，哦，啊，伫遐有举手的，啊，伫遐讲话，哦，啊，伫遐啥物议案，我老爸用苦心，要互我伫中间来看较较侪教会，看侪牧师，看侪长老，伫开会情形是啥物，伫遐咧甲我回应。那咧伫传教士中会时阵。啊，带我去全省的团购总会，我才过了四年，就坐火车到台北的淡江中，搁去遐参加。伫团购总会的中间，伊伫台湾发看，足侪牧师，安尼，各行各业牧师的中间一只聚会。你去看，这牧师伫遐主持会，啊，伫遐看，哦，看到老金老牧师咧做会长，到花旗牧师咧做书记，吼，安尼，我再什么人来提准牧师因，哦，再。啊，天天叫牧师因，哦，啊，即个真伟大牧师，啊，大家做伙组织做伙，伊要互你看。老爸为着要培养我，将来做传教者，伊用耐心伫遐咧教我栽培，我来学习要安怎样成做一个好的传教者。今仔日，我的老爸，伊也要满足伊家己。的心愿，相信伊愿也要满足我的囝儿将来会当做牧师的这种啊的心愿安尼。所以用真多的耐心伫遐咧帮衬。当作老爸，伊虽然了解囝儿的需要，可以满足，适当的满足。总是伊爱去较进一步来了解迄个社会的即个变迁环境无相像，伊爱去了解。今仔日咱看见咱的社会，通讲有真侪遮个乱象，咱若看见遮个新闻报道，也是遮个报纸，拢是遮个安尼真正遮个啊自杀啦。强迫啦，安尼吼，即个唔好个代志。今仔日做爸母个人嘛非常担心，今仔日种个环境个中间，叫伊出去安全，伫遐嘛真顾虑。伊早起出去，着看伊平安倒转来时，心较平安。无即个社会，他讲真正混乱，要拄着啥物毋知影。我去甲一个啊朋友。安尼做伙伫遐讲话时阵，啊，伊伫分析，伊是一个大学的教授，伊伫分析讲，这个时代吼，安怎讲，博士一大堆，现在台湾博士几啊百个人无头路啦。伊讲一个有名啦，伊讲博士啊，我讲一个有名啦，以后吼。即个博士吼，拢会食做中道啊！即个博士拢会去唱，哎，我你讲着即句话，听即句话，你会惊未？受这款的教育吼，将来吼，可能会去唱啊！哎，伊咧分析的中间有理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伊咧讲到就讲，即个大学，即个博士倒转来无头路，即个硕士一大堆无头路，啊，若有头路的，拢是。一撮钱，一撮钱，伫要安怎样生活，要安怎生存，所以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来抢啊，去抢安尼好安。咱现在只嘛，这个社会的变迁去改变，非常啊呢急变啊呢，这个社会中间，今仔日做老爸人，的确得爱安怎耐心来去了解社会的变迁。你唔能讲社会的改变，你依然爱随着社会来改变。来适应社会，爱改变咱的观念，来适应咱的观念。同时，伫中间来陪伴咱的囝儿，伫中间来共同来成长。我咱的囝儿伫这个社会改变的中间，伫遐无打错去，无行错去，无打出去，伊就在伫中间伫遐要陪伴伊了解这个社会，啊，了解这个环境，咱要陪伴伊伫中间来成长。咱来用了耐心来了解，这个囝儿到底伫这块无论任何环境的中间，伊是不是适应？
还是无适应。若有适应，咱伫中间家己增加，咱伫中间是鼓励，为咱适应这款环境。总是若有迄个无适应的所在，唔好的所在，咱伫中间就家己减少，伫遐来家己消除，安尼啊，或者个唔好、无好的适应的这款的行为，啊，伫遐通无去减少去安尼。第二，有时伫伊个生活中间，看见伊在反抗爸母，看见伫迄中间，伊对爸母的态度，伫迄中间感觉真正有反抗。伊反抗爸母，检测伊的心内真侪不准，检测真侪挫折，检测心侪难过。哎呀，我今日做人家己，我感觉煞所做个，拢袂当得到爸母的满足。予爸母欢喜，甲我娱乐，我袂当真做一个真正安尼完全安尼吼安尼求完美的人，所以我无得到爸母的娱乐。但是我要予爸母知影伫咧我的存在，所以我伫中间来反抗爸母。伫中间我所做一切，迄、那个不适当的行为咧，啊伫遐就暴露出来安尼。主要就是讲，我爸爸，你知影，我今仔日伫这个所在，你爱甲我关心，你爱甲我安尼吼陪伴。今仔日，咱看今仔日今日是这种安尼反常、无适应的这款的行为的时阵，咱就爱甲伊啊，赶紧甲伊帮衬，来甲解决这个代志安尼。所以今仔请一个老爸，的确就爱有真正有耐心，伫中间来了解今日的需求。有真适合的这款的原则，了解这个现代社会的变迁，咱要安怎样来对这个社会陪伴囡仔，安尼吼，安来兼顾啊这款的变迁的社会，这款的环境甲生活，咱要怎样来了解家己到底有适应啊无适应，啊伫这款的环境，还是讲伊生活的中间，咱该去了解，这款咱得爱用耐心伫迄中间伫遐啊来。帮助因，爱用心伫迄中间来帮助因，真正爱用心。第二项就是爱的心，就是爱用耐心，就是爱用耐心。拄则看见咱的这个圣歌队啊，对水恶啊，对这个国小到这个青少年，吼、哦、啊，伫遮咧献诗。咱看见这个囡仔教导囡仔需要有耐心，因为这个囡仔伫伊个。无相像阶段成长的过程的中间，伊会表出迄、那个表现出啊，伊的行为啊出来，伫国别幼儿园、伫国小、伫到伫青少年，伫每一个阶段，伊的行为、伊的表现、表达拢无相像。我一个孙仔今年拄啊一岁，佮过四个月。啊！我就开始伫中间来看这个囡仔对迄保温箱啊出来了后，啊到这个时阵来看，啊真古锥啊！总是即摆吼，伊安怎呢？伫成长的过程的中间，我甲伊爸母讲，甲我囝儿讲，囡仔的成长过程，恁着爱用心、耐心去甲观察，因为这个囡仔伊即摆开始进步，开始会行。啊，开始有真侪好奇，开始有真侪伊需要的、伊无爱的，伫中间伊拢会表达出来。你做爸母的人，袂使讲伊需要的，你硬要切起来，好伊就足欢喜。这个笔伊我摕到，就是要买。伊讲袂使，不要不要，你甲抢掉吼。伊就甲你叫，就甲你叫啊，哦，甲你反抗安尼吼安尼。啊，若无咧，你若吼伊袂晓表达，也佫袂晓讲话啊，伊甲怎安怎出去的？我咧足气个，你表达讲足气，你先要开搞退去安尼吼。所以我讲，这囡仔在成长过程的中间有真侪，伊个进步，伊个发展，你得爱用真侪耐心，伫迄中间来了解，来帮助你，袂使硬了手起来。你检查会当用一个别款的物件，来取代啊退起来咧。你袂使讲伊一个物件，伊七个都无爱啊，伊甲等你破解讲，不能丢，袂使等伊咯。伊开始接触新，袂使等伊。这个物件我都无爱，我都不要的，我就给它放在丢在旁边啦、啊。
这是真正常，伊发展的中间过程就是安尼啊。老母讲：“哎，比如赛的，你这样丢东西啊，不行，我打手心啊。”怕人告别，今天囡仔讲莫名其妙，够怕呢哦，安尼啊，啊底下人咧叫啊，我咧想啊怕呢。我讲看你囡仔吼，伊唔捌代志，啊你啊怕者，到底啊怕下伊莫名其妙啊。所以一个囡仔伊成长过程的中间，对细汉幼稚园咧快就多注意咯。欸，到不小心哦，欸，无啥古锥啊呢？欸，啊到青少年的时候，欸，佫较无古锥啊，安怎？因为伊咧进步啊，伊有真侪个思想，甲咱拢无相像，咧想法无相像。咱伫中间爱用耐心，伫中间观察，伫中间家己了解，难免怎会帮衬伊？这是非常的这个要紧啊，哩吼，非常要紧。因为囡仔伊的需求，囡仔伊的想法，伊的渴望，伊的意愿。啊，所表现出来的这个行为呢，做父母的人爱耐心，循循善诱，不急不怒，啊，伫中间家教导啊，你看安尼，互伊有一个正确的观念，互伊当分别什么是对，什么是唔对，什么是通，什么是唔通安尼。所以绝对袂当用严厉话，啊，是用刑法吼处罚的方式来家伊教导。那是安尼讲。会影响到着这个囡仔，伊的心理上底下受挫折；会影响到着囡仔，伊有一个反抗；兼在影响到着这囡仔，伊的人格的这个成长啊咧。所以道德今仔日需要学习，互因做人的道理。咱幼儿爱教咱的囝儿耐心来甲伊教，你要安怎做人？这款的道理。免做处事待待他人，吼、哦，才会道理。你看着爱教咱的家庭，总是咱来教咱的家庭的时候，这个爱长久性的呢，唔是随家讲的随了解，随家讲的当随做。检测第一，无相像的年龄，无相过程的中间，有无相像的这款的方法来来教导。你得爱伫中间真正用耐心，他人则个，你看着爱来教伊，爱用心，用听。安尼吼，彼此伫中间，甲人伫遐相交交陪。但是咱做爸母个啊，咱以后嘛教咱个囝儿，毋是该用心用爱伫遐甲人相处。像是咱以后教咱个囝儿讲，防人之心不可有，不可无啊！吼、哦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有防人个心，毋通无。吼、哦，啊害人个心毋通有。安尼安尼，甲顶关迄句话，那亲像有小矛盾吼。安尼，你得爱相信，爱有疼人，甲人相较好。啊，你即摆讲就讲，提防人的心，咱得爱有哦；害人的心，咱袂使有的。伫即种的情境的下面，教着咱的囝儿，耐心教着咱的囝儿，知影，什么叫做防人之心啊？你若看现在社会乱象，哦，有只什么？有只诈骗，啊，有只罪恶，有只引诱，有只毒品。今仔咱就爱教咱的囝儿，互伊会当知影，爱预防这毒品，爱预防这诈骗集团。我这个大人，安尼，嘛会想着这诈骗集团哦，慢慢去互因安尼卖遐去呢，好啊，讲甲真认真啊。啊！你囝怎样啊？哦，我那哭啊！你哦，哦，咱唔知先哦，去后尾后尾引诱去啊呢？伊拉咱来教咱的囝儿讲，伫这种的情形里面，咱要安怎样？伫迄中间来预防，唔通陷落伫只罪恶，唔通陷落伫只的外道，唔通陷落伫只毒品的顶端啊呢？所以，这教咱的囝儿爱必须有这款的警戒的心，哦，总是害人的心绝对唔通，哦，良心难无。伊拉做爸母的。一人，咱爱教着咱的囝儿做人处事，吼、哦，真要紧的教导，爱有耐心来教导。相信伫这个时代，咱以为咱教着咱的囝儿，爱有一技之长啊，吼、哦，更何必生存伫这个社会，何必爱有一个工业，有一个技术，啊，才可以当一个生活。啊，若无来讲吼，你拢讲无技术，无学问，啊，无这个一切。啊！伫社会上，无法度通工作，也无法度通伫中间伫遐来生活来生存吼，这是非常重要。
父母以外就爱家教，家训练，家培养，家引出，啊，让伊当学习一个真正基本的技能，啊，做伊基本的一个生活工作的一个条件。像是咱做爸母人，伊原就爱有耐心，伫迄个适当的管教的方式来管教咱的孩子。你教着孩子是一件实在无容易的代志啦吼，伊无相像的阶段，你教着孩子，啊，你通讲是一个爱用真侪智慧，用真侪耐心，伫中间来教导，互伊个当得到一个真良好的一个行为。今仔日要予孩子会当得到一个真良好的一个啊，这个行为啊是生活，我想迄个亲子的沟通非常要紧。亲子的沟通，安尼会当培养啊，咱甲孩子中间一个真健全的人格，啊是讲培养咱的孩子安尼有一个真要紧的一个疼心伫内底。人讲沟通就是你表达疼。哦，伫沟通的中间来帮助咱的孩子，会当帮助伊的人格，吼，会成熟健全，啊，帮助予伊会当用较侪疼心来关怀，吼，啊，周遭的遮一切呢。所以咱只靠咱用耐心，不断伫遐来提醒咱的孩子，哦，来教育咱的孩子，这是非常要紧啊的，吼，安尼。啊，亲子的关系中间做爸母。爱多听孩子的心声，并且去了解阿弟帮助，这非常的要紧啊！你吼，第三个心就是什么？第三个心就是信心啦。今仔日，咱的孩子的确得爱培养，互因有一个信，只要变个信心，对家己有自信，对别人会当无信，对上帝的确爱有一个真个真大的坚信，安尼吼，安尼培养因的信心。其他这个奉董处，伊个老爸，伫细汉个时阵，伫迄中间有训练、有教育，这个孩子，伫伊个信心个顶面，伫信仰顶面，伊个老爸兼在伫细汉个时阵，伫中间有教育。咱知影，即犹太人吼，啊，因个宗教教育非常重视啊。伫十二岁以前啊，即个囡仔对细汉开始安尼，就开始互你当背十条诫，会当背即个律法典章啊，即个。到遮个做魔经，拢爱去背诵啊，要去背上帝话，拢爱去背。安尼，遮律法、遮条例，你爱去背。十条诫，你爱去记，爱去实行去做。所以有一个少年人来甲耶稣讲：“我着怎样做才了这个人生？”耶稣讲：“律法你讲是教是啥物？”伊讲：“遮个我从细汉我拢读过啊，我拢知影。”所以犹太人的父母伫细汉时阵已经教育遮个囝儿。安尼吼，互因有一个信仰，互因一个信心，对上有信心。然后即个放荡，做伊拄着困难的时阵，出去放荡，伊拄着艰难困苦的时阵，伊伫迄中间安怎样？随时伊遐收着一项真要紧的代志。伊讲我得罪了天，我得罪了爸爸。所以我今仔日，唔是讲我拄着苦难，拄着这挫折的时阵，我伫中间自暴自弃，安尼，啊，伫遐要继续跪倒落去，唔是，伊伫中间伫遐撑我起，伫个信心的内面，伫中间，伫遐伫撑撑，伊讲我得较爱转去我的厝，我要见我的老爸，我要甲我的爸爸讲，我得罪了上帝，我得罪了你。以后我袂当做你的囝，我会牵你做你的长工，即个请工的中间的一个囝。今仔日，当做老爸，伫细汉，伫遐用这个信心，伫去中间来甲培养，互这个囝儿伫苦难中，伫去中间，伊就随时思考着有上帝存在，有老爸还佫存在着。所以就当回头，浪子回头，啊，佫倒转来教育这个家庭，伫遐来享受这个家庭的温暖。圣经的内面依然有真侪只圣经的伟人，因伫细汉的时阵，伫因讲伫遐就爱受遮真侪遮宗教教育，建立了真水的信心，伫爸母教导的里面，亲像提摩太，或者是即伫中间讲，今仔日有即款的信，
的心是对对来，你看到这么的信心对对来，是对你的外妈、对你的老母伫遐来决定。因为你的老母、你的外妈，伊甲你将这信心互你，你的外妈这么的信心，你的老母这么的信心，你嘛这么的信心啦。所以今天咱做爸、做老爸母的人，咱是愿爱建立家己的真水的信心。第一条讲，将信心来培养来教伊，互伊有一个真水的信心嘛咧。今仔日检察官促进注重啊，囝儿的这款的一般的教育啊，或者囝儿伫遐读好的学校、明星学校啊，读好的即个大学啊，将来有好的工作，补习嘛，都要补习，礼拜日嘛爱去补习。所以真侪爸母，这个时代真侪爸母，安尼注重囝儿的即个一般的社会教育、地平线的教育。总是真欠缺一个宗教教育，无何伊来到伫上帝面前，来到伫教会，伊着安怎来伫遐参加教会生活，来参加伫遮团体的生活，来享受上帝的疼，来享受最后所基督的恩典，伫因的内面。所以，伫这个时代的中间，咱若只有有这个世间的学问。总是若无这个信用的时阵，人一生的中间无拢一直拢是平顺的啦，拢无一帆风顺，拢平静无安尼吼，安尼拢平啊，拢真平顺的啊，啊拢是做事事如意啊，心想事成啊，无人安尼啦，无拢会安尼。所以今仔日真要紧，你的确得爱教导你的囝儿，好有一个信心。伫在拄着迄不如意的时阵，伫遐去爱靠着上帝，靠着主伫迄中间来得到迄个快乐，爱帮助我有信心嘛，这是要紧啊！所以今仔日，咱伫咱的做爸母的人，要做一个称职的爸母，吼、哦，咱的确着爱提早伫咱的囝儿，吼、哦，要未外出去以前，要未出外进前，咱的确着爱甲伊培养互伊一个真要紧的信用。我这个囝儿出外去的时阵，咱通放心嘛，哦，咱通平安，咱通放心，因为这个囝儿在伊个信仰的内面，伊知影无论是顺境，无论是逆境，安尼，伊就是要敬畏耶和华上帝，专心安尼挖苦上帝，仰望上帝，安尼吼，啊，伫遐服侍上帝，这个上要紧。第四项，第四个心讲就是疼心啦，哦，疼心。啊，咱知影天下的父母，啊，疼囝儿，啊，这是足大的天性啦。其他我的囝到生啊，当我疼啊，这是一款的天性啊，你好安尼。囝儿的需要，父母的疼，囝儿真需要父母的疼。囝儿安尼，伫个内心若拄着。安尼挫折啊，拄着沮丧的时阵，也是拄着即个气馁、多事的时阵，即个家己真需要是甚物？真需要父母予伊的一个接纳，予伊一个安慰，予伊一个鼓励啦，予伊一个真要紧的疼在伊的内面。咱知影疼的鼓励非常要紧。鼓励甲这个恶乐无相像，恶乐就是，大家就是恶乐，对啊，恶乐唔对啊，恶乐，我这个囝儿唔知伊对啊，对啊唔对啊呢？总是鼓励是无相像，鼓励就是这个囡仔检查伊伫努力的时阵，检查伫失败、伫挫折的时阵，你也来鼓励。你茫用恶乐，伊来真惊就是讲，囝儿你若恶乐，甲恶乐，恶乐。俄罗斯到底吼，伊个心态内底有一个错误的观念。假使我今日若无做一个好个代志，今日我若无成功，我就得无得个俄罗斯。所以伫个俄罗斯下面，会影响到伫这个囡仔伊个心理上面个价值观。只要变咱是要讲俄罗斯，俄罗斯俄罗斯该俄罗斯俄罗斯，总是只要变来鼓励伊，不断来鼓励，互这个囝儿，互伊点啊。无论是心宽的境，环境的中间，伊也得到安慰，
啊，伫遐会当得到真多啊，而且会帮助咱个快乐。囡仔个发展，实际上真需要这个听个扶持，真需要听个扶持，真需要听个这个快乐，真需要听个鼓励。伊今日放纵做伊，倒转来了后，伊最大的安慰是甚物？就是老爸听的鼓励。伊倒转来老爸无甲切皮，反转老爸了啊，将伊的先改穿的、甲准备的，伊这个真水的衫裤、手指、鞋啊，准备肥的服啊，安尼伫遐台，伫遐个欢喜要快乐。伊个老爸伫迄中间是要搁一摆用听在鼓励啊，即、這个同志，予伊会当搁一摆重新伫遐建立伊个信心，来行伊头前所要行个道路。总是咱看见好同志个哥哥，哦，听着讲，哎，对外口一摆倒转来时阵，听着厝里恁拢讲。跳舞的声，啊，还老些啦！叫一个老伯来，讲到底咱厝是发生什么代志？被老伯甲伊讲，讲你的小弟倒转来啦。王子的哥哥听了到底心非常无爽快，你财产分分的去皇宫，交为遐奖金，开为你的财产，你搁倒转来，老爸搁为着你准备这老些。请人客，所以真生气，无爱入去。但是，伊个老爸知影，大囝心内的即款的艰苦、挫折，即款的难过、不平，老爸伫中间出来解苦卡。所有的财产拢是你的，若是你这个小弟死到不一条，死有个活。会当平平安倒转来，咱就爱欢喜，伫迄中间来来接纳。今仔日老爸，伊今仔日有足款个遮尔大个疼心，疼这个放荡子，疼这个在家伫遐紧张个大囝，伊个心内不平衡，伫迄中间来来帮衬。今仔咱做一个唱一个老爸，真正真要紧，咱依然用疼心来关顾咱个囝子。伊拄到困难的时阵，咱要安怎伊中间来帮助，来给安慰，来给鼓励。伫伊了不满的时阵，咱又要伊中间要安怎样来给抚平，要怎来给伊安尼安慰甲鼓励，用这个听伊中间来帮助伊。我想这是真要紧。伫这个父亲节的时阵，伫只搁一摆从几十圣经，伫只甲咱大家三个来思考。放荡子在这个譬喻的内底，伫内要做一个欠一个老爸，伊得较得爱用心，哦，来用心、用耐心，哦，用信心、用疼心，伫迄中间来关心咱的家己，伫遐来鼓励咱的家己，来培养咱的家己，伫迄中间来安尼教导咱的家己，安尼培养咱的家己，这是非常的要紧。愿天顶的上帝通过咱今日早起。这段圣经，伫只甲咱大家三个思考，共同来勉励，啊，愿天顶的上帝帮助咱每一个做父母的人，咱拢是当家做一个真正称职的父母，啊，有咱的家庭，搁较领受上帝较侪恩典，天较舒服，啊，头三个祈祷，主我的上帝，我感谢你，你予我一个美满的家庭，家庭的中间有父母，而且会行一个三个做伙生活，主啊，你教导我。我要怎样？我的家庭伊个幸福，家庭内底要怎样去得上帝伊个祝福？今仔阮做父母的人非常孝敬，看起阮上帝伊所予我的产业就是这个信念。伫伊个成长过程的中间，我要安怎来帮助伊？予伊通成做一个上帝伊所欢喜的家庭。今仔日阮做老爸人、父母的人，阮有真孝敬的责任、重大责任，恳求天顶的上帝。帮助阮，赏赐阮有几个快乐、智慧，对你来啊，圣贤的引传，啊，予阮会通吃做一个
亲戚的父母来带领家庭来受主你比较大的事，在你的面前这样祈祷都是靠主耶稣的名。阿们。